是。你们是游泳队的、啊。今天我们已经到最后阶段了，我们要拍你们上课，然后冲到游泳池的画面，所以游泳池的画面已经全部拍完了。不是、啊，你知道为什么要拍这个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拍你鼻孔。啊？嗯哼。社团都玩手机的。嗯。你教了社团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刚才我该问的、啊。谁问的？他玩什么、啊？没有啊，因为其实社团有一大部分的人都是废掉的，而、啊、我们只有一些人是参与的，总是这样啊。真的、哦。你也知道吧？你的班级一定会有一些是读书，有一些是废掉的。他知道干嘛？拍你啊。就拍照。你已经入境了。因为它是360度这样。哦，你在拍小地球了，对不对？啊。你在拍小地球吗？啊？拍小地球了。对啊。自己说起来一直说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没错。嗨。嗨。哎，你刚才发生一些纠纷呢。你刚才发生一些纠纷哎，他们不准我们把那个他们之类的东西丢过来，然后他们就突然等他们丢过来。你是说，每一个班级负责一个垃圾桶而已啊？两个啦。两个啊？啊，结果他们就想说，反正随便丢掉了。对啊。啊，上次我们也省方便，他们就骂我们啊。啊，没办法。啊。没办法。啊，这就是这样啊。啊，在录你啊。为什么？这360啊。你走到哪里都会被录到、啊。那个还可以活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嗨。哎，电风扇有没有关？啊，看一下好了，看一下，电风扇有关吗？班长有没有？电风扇有关吗？班长有没有？是啊，OK。好，那就走吧，去篮球场集合、啊。你也不讲去哪里，每次都讲。好好好。不要再回家。篮球场啊。不要再回家。不行，你要跑步啊。什么？嗯。我要跑步。对。我跑步干嘛？你那么强，要跑步啊。膝盖痛啊。360。360。我干嘛？等一下，我要拍大家了。哦。啊，走。你这么辛苦，我拿就好啦。你这样手那凹。啊，你不要乱晃哦、啊，是360啊，这太晃了，会挡住的。这狗狗呢？狗狗，这狗狗啊！啊，汪汪！360度的东西都怎样？你这好这好，嗯，给你摔到了，给你、啊，他没有摔到而已，等一下。为什么要带这一只出门？不要按到按钮哦，我也不知道我按到，不要按到。啊，你举那么高是要拍哪里啊？360是拍下面。我、哦、靠，鞋带又掉了。好色。
哎、欸、啊，不要用到这个、哦。嗯、欸，好，在这里啊。那用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可以吗？越高越大。
慢慢约一下，约一下。嘛，你就是投篮，先一个投篮的姿势给我们，然后你等一下。快点！
好累哦。你丢谁啊？你丢给谁啊？Thank you.
没有。干嘛、啊？干嘛打我？他说你骗我。小跑走。
新加坡吧。我在那里就好了，等一下。我们不要他呢。不要他坐前排。爆竹嘞！
走了走了。